丹尼尔大厦是曼丹南一号正冲路中间，建筑于1875年，我们在这儿喝了咖啡。这是里面的剧院，这栋新的哥德式建筑原来是长老会神学院的一栋房子，现在与新结构结合在一起，这是多伦多大学建筑和景观学院的家，有图书馆、设计工作室和教室开放，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，到处都是学生的作品。设计设计，这才是学设计的地方，更多的作品。到处都是创意，布置得很好，很用心。羡慕泡在这里学习的年轻人，可惜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这么自由的空气他们理所当然。从设计的小孔看出去，斯曼丹纳的景色令人难以置信哇。